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处理让他人生很不顺遂，他希望就是说去做一个法事。敢真正是英灵害伊无顺事的？命理的专家讲，人有三魂七魄，三魂就是生魂、甲魂、甲灵魂。其中生魂是为妈妈有生开始就有的。如果他是所处的环境里边是对他是不利的，或者是他是辛苦的，或者是他吃不饱的，他会想要去争取，想要去取夺。借超度英灵会当让家己心安，不过家己那提掉，唔那会伤害身体，卖影响未来生囡仔的能力。国外的研究发现，一次堕胎有16%子宫会粘连，三次32%。敢真正有英灵？医生讲尊重宗教的信仰，啊，亲像这个妈妈因为家囡仔提掉，影响心理10多年的案例，医生嘛唔敢相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